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卷第六十五，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六。尔时，善财童子与善知识说：“起最极尊重心，生广大清净解，常念大乘。”专求佛智，愿见诸佛。观法境界，无障碍智，常现在前，决定了之，诸法实际，常住记，一切诸法住刹那记。入虚空际，无二际，一切法无分别际，一切意念无障碍际，一切劫无使坏际，一切如来无际之际，一切佛心无分别，破众相往。离住执着，不取诸佛送回道场，也不取佛清净果度。执着众生皆无有我，直接生悉皆入相，直接散悉皆入影。现在善财童子已经参了十柱当中九柱的善友，在这个时候跟那初禅文殊师利菩萨那境界相完全不一样了，境界相完全不一样了。这种境界相都是没有境界的境界，入了法界了吗？参买一位善知识，他没有惑。现在善财童子不迷惑了，没有惑眼，无明渐渐的去的，不是全部分啊，参一位一识知识，华严他把无明啊分成了好多层次，五十三个善知识就是。五十三个层次，在不等的登地，就在初住时候上就入得了。说他参善知识与善知识，生的极尊重之心。以极尊重心呢，是把善知识跟自体从体上认识到，这个清净解呀。是参善知识所证得的，叫离体啊，就是离的体性啊，显现的更多了。四面大宗不间断的都求佛的智慧，说愿见诸佛。心里啊，他的观想当中是的想尝试见些诸佛。观呢，就是他所生的智慧，观的是法界境界。法界境界是什么境界啊？没有境界相的，没有境界相的境界，因为在一切境界上的他没有执着了。这时候善财童子他的智慧，证得法性，
就证得实际离体了。所以他观法界之内一切境界相，法的境界相，法的境界是没有境界，境界因此他没有障碍了。无障碍的智慧啊，常识现前。就是他现在有这个智慧，观照些法都能深入。深入什么呢？观些法是境界，在境界上他知道的实际理地，是吧？在事上悟得的根本的体，他的能观全是智慧，关于所观的境界全变成法界相。能观跟所观结合到一体了，在这个时候他才决定了知诸法的实际。诸法的实际是什么呢？法界际、常住际、一切三世诸佛刹际、虚空际、无二际，一切法没有分别，无分别际，一切法的义理没有障碍，一切劫无实坏，一切如来无际之际，如来境界是没有边际的际啊。一切佛的心无分别，在一切佛的，不论的佛的唱、佛的说法、佛的立身、佛的成就，没有分别念，乃至也没有妄想妄、众想妄，破了。这个妄是迷妄啊，迷妄，迷妄都有执着。现在三才童子一切执着不执着了，不许诸佛送回道场，也不许佛清净果度。不取就是无作的意思啊，有取就是舍，达到无取无舍啊。观娑婆世界没有执着，极乐世界没有执着，是吧？眼土跟净土平等平等，因此啊，他也不许清净佛道。咱们都要生极乐世界，但是咱是执着，这个执着是善的。什么叫善的呢？容静转眼，想生静转现才的眼。其实啊，眼即是静，静即是眼。赶到地上的菩萨，娑婆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娑婆世界，十方法界没有差别，没有彼此之分，没有清净国度和一个仰慕国度，这是随众生心呢。同时到这个时候知道一些众生没有我，皆无有我，众生要执着成为众生，指一切生悉皆入相，像音响一样的，指一财皆悉入音，音声入响，众生的色相就是影子，都是幻化的，幻影无实的。说善财童子，他现在已经证了第九住了菩萨了，在下头嘛成第十住，见色难行就到狮子奋训城了，
这前头三字是介绍的，传后头三字是周匝推行，实行同理。推行同理，文字同理呀、啊，是狮子闯王女，是这个国王的公主。五百童女，一位侍从，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在毗罗卓那的帐殿，帐殿。与这龙圣旃檀珠金线网偏衣坐上，耳说妙法。这妙法看文就知道了啊。善哉文矣，欲有王宫门，求见婢女。求见三智神呢、啊。接着无量众来入宫中，他的宫门呢、啊，好像没有关界的样子，一切众生都可以去。善哉问言，众人惊蛰。说你们在做什么？何所往矣？到什么地方去？这些人就答复他说了：“贤报之言，我们欲意慈性童女听受妙法。”色彩童子听了这话，他就是想做思念。他说：“这个王宫门呢，没有限制，没有障碍，哎。”我也可以进去，我已经入。那善财童子随着大众入也，到了这个毗卢遮那帐殿。这个殿里头呢，玻璃为地，琉璃为柱，金刚为壁，阎浮檀金与为火圆墙。宝藏摩尼镜，周匝庄严，转圈都是大镜子，是宝藏摩尼的。以四间、啊、最上的摩尼宝来为装饰，无数宝网罗浮其上，百千精灵出妙音声。有如是等不可思议众宝严实，即慈行童女皮肤金色，金色就是黄色啊，黄金的一样颜色，眼干紫色，眼睛是紫的，发干青色，以梵音声而演说法。为什么加个梵呢？清净，清净音声演说法。善财见着这个形象，就向这善知识顶礼，要无数扎，要完了合着掌，住就是站着啊，不是跪着的，站在这个善知识面前，向赞姿势说，就是请法啊，圣者，承着善知识，他所以承着所有善知识都称圣者。我以先发而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现在已发成正等觉的心，但是我不是不知道怎么达到目的啊，云何学菩萨行呢？行才能证得呀，云何修菩萨道呢？我问圣者，善能诱惑，愿为我说。这段话，他每一个善字是成了他一定的了，一定的了。
持持性童女，刑法嘛，雌性童女就达不到是善男子。如愿观我宫殿，说你先看看我这宫殿里的看一看好了。那善财嘛，有顶礼善知识，周遍观察，就在这宫殿里头参观一下，见一一毕尊，一一纵宗，一一敬宗，柱头也好，墙壁也好，挂的那些镜子也好，一一下，一切行，在摩尼宝中现，庄严具也现，互相交融。这金铃中挂的那铃铛，都是金的，拿金子做的。宝树中，树不是植物，是宝贝。宝一宝形象中，宝璎珞中，在这些个工具里头，见着是什么呢？西见法界诸佛，西见法界是如来。这些菩萨，每个菩萨都有从初修道到成佛，就在那个工具庄严具里头显现，乃至于圆满成就佛佛，具足功德成正等觉，成了佛了，说法立身，乃至八现成道，最后受现入涅槃，都在这个住壁宗啊、净宗啊、柱子的，在这个工具家具当中显现的，成了光明王，懂吗？那诸佛在这说法呢，从住处发心到成道，成道完了转法轮，转法轮乃至到四贤涅槃，这都是影子，现的都是影子，如是的影响，眉部皆现，好像那个清净水见到月亮光一样的，见到月亮一样的，比如虚空日月星辰，所有这些像怎么能有的呢？这是雌性童女，雌性童女啊，她过去无量世中修行的善财童子是能观，观雌性童女亲证的境界相，能观关于所观，所观就是雌性童女修行的一些景象，说善财童子不是向慈心童女请示吗？甚至告诉他了，说你看看，没有跟他说，你看就知道了。尔时，善财童子一念所见诸佛之相，合掌瞻仰慈心童女，没有说谎。瞻仰是心里的请，默念请慈心童女说，默念请，那慈心童女就达到了，就知道他要问什么了，默念请的。而是慈性童女就跟他说，告善财言，善男子，我正的一个法门，说你看见这些个景象都是我正得的，
这景象有名字的，什么名呢？般若波罗蜜普庄严门，这就是这个法门。这法门就叫般若波罗蜜普庄严法门。我经过好长时间才证得的呢，我是经过36恒河沙，一个恒河沙呀已经没办法算了，不是人的脑力是能算得出来的。我想那个，我走过金沙江，抓起那金沙江的沙子啊，很细的。恒河沙那个沙粒呀、啊，像面一样的，像面粉一样的，你没法分出颗粒来。那还在佛菩萨，他还要分呢，一颗一粒一颗粒。一个恒河沙。长7000多华里，那么华里算了，七千多里，这里头有好多沙子啊，咱们看见佛经经常用恒河沙来做比喻。咱们古德说入海算沙徒自困，你不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，不要算那个啥，要不让你算那个啥，那只是形容啊，形容词啊。慈圣通，你跟他说，你所看见的，我这庄严，这就叫般若波罗蜜普庄严门，随什么都是庄严的。这是我经过36恒河沙的那些个佛前说求得这个法，各个如来说法的一门不是同的，各说随众生缘呢，但是呢令我得到的般若波罗蜜普庄严，一佛入世，佛佛都入世，有佛佛道同。般若是智慧，智慧是照料一切诸法，一切相，般若没形象的啊，智慧嘛，要灯光月光。一个光明而已，但是他照到一些法法，照一些有形的，就是一切有形有色的三法，般若智慧都能照得到照了。因为证得这个般若智了，所以就庄严无量尊。这无量尊行什么呢？从你十住乃至到般若波罗蜜啊，不思持戒严守十度吧，这庄严的这个境界相，那就是这个我得到的这个般若波罗蜜普庄严。我这个庄严句，你无论看见什么都是般若波罗蜜，就这么句话。36恒河沙呀，也是来表法的，表六度法，每一度就六度，每一度就六度，也不6636啊。把这般若波罗蜜门变成了普庄严，般若波罗蜜普庄严门。这样来形容着啊，善财白眼，
善哉就对慈行童女说了：“圣者呀，持般若波罗蜜多们警戒云何呀？本来是他看见的都是，他又要问。那童子、童女就答他了：‘善男子，你不是看过了吗？我入室般若波罗蜜普庄严门，你在我这个宫殿里都看了吗？’”随顺取向，思维观察，一词分别。你在我这个宫殿，我叫你看了，你看了，你随顺取向，每一个庄严，你观察一下吧，你想一想，一词分别。想完了，别忘了。持是持受，意呢就告诉你意念，你心里想。你问我云何行菩萨行，就入世行菩萨行。行有修行，修行一定能证得。那你一次而修行，你就能得到普门陀罗尼，普门陀罗尼，百万恶生起陀罗尼们皆悉现前。百万是说不完了，列举以下所谓的佛刹陀罗尼门、佛陀罗尼门。佛刹是依报，佛是正报，一成一切成，国度也成了，身也成了，乃至演说一切法，法陀罗尼，陀罗尼是总啊，总持诸法无量意，度众生，众生陀罗尼，过去陀罗尼，未来陀罗尼，现在陀罗尼，常住三色，常住即陀罗门。没有间断的时候啊，常住的永不间断。福德陀罗尼门，福德住道具陀罗尼门，智慧陀罗尼门，智慧住道具陀罗尼门，住院陀罗尼门，分别住院陀罗尼门，借住行陀罗尼门，清净行陀罗尼门，圆满行陀罗尼门。从你发菩提心的菩提愿，入世行菩萨道的修行，你所得到的这么多种子含义，这业陀罗尼门，业不思坏陀罗尼门，业留住陀罗尼门，业所住陀罗尼门，舍利讷业的陀罗尼门，修行正业的陀罗尼门，业自在陀罗尼门，善行陀罗尼门，慈善行陀罗尼门，三昧陀罗尼门，随顺三昧陀罗尼门，观察三昧陀罗尼门，三昧警戒陀罗尼门，从三昧起陀罗尼门，神通陀罗尼门，心海陀罗尼门，种种心陀罗尼门，执心陀罗尼门，照心陀罗尼门，照心抽林陀罗尼门，调心清净陀罗尼门，纵执众生身，纵执众生所重生陀罗尼门，就执一切众生的生，一切众生都有烦恼，是吧？你入了我这个普庄严门呢，
直到一切众生的烦恼陀罗尼门，指烦恼的方便陀罗尼门，指众生解陀罗尼门，指众生行陀罗尼门，解行啊，指众生行不同陀罗尼门，指众生性陀罗尼门，各有各相，这不是真性啊，众生的妄性，一个人一个性，自众生心欲陀罗尼门，众生各有各的爱好，就是各有各的需求，各有各的爱好，都能知道。你得了普庄严呢，什么都能知道。只是众生行不同，陀罗尼门，只是众生的性，只是众生的欲，只是众生的想，陀罗尼门。普见十方陀罗尼门，普见十方陀罗尼门，说法陀罗尼门，大悲陀罗尼门，大慈陀罗尼门，寂静陀罗尼门，言语道陀罗尼门，方便非方便陀罗尼门，随顺陀罗尼门，差别陀罗尼门，普入陀罗尼门，无奈计陀罗尼门，普遍陀罗尼门，佛说法陀罗尼门，菩萨法陀罗尼门，声闻法陀罗尼门，独觉法陀罗尼门，见法陀罗尼门。见法就知道化众生，这个各个不同的意思啊。世界成陀罗尼门，世界坏陀罗尼门，世界住陀罗尼门，净世界陀罗尼门。这个净就是空啊，空了才能净嘛，就成住坏空啊，世界的成住坏空。垢世界陀罗尼门，与垢世界现净陀罗尼门，把眼垢的世界变成清净，与净世界现垢陀罗尼门，把净世界由现的眼物世界存垢世界陀罗尼门，娑婆世界存垢都是垢眼，纯净世界陀罗尼门，极乐世界纯净的，平坦世界陀罗尼门，不平坦世界陀罗尼门，法世界陀罗尼门，因陀罗网世界陀罗尼门，世界转陀罗尼门，只一想住陀罗尼门，一想住啊，光是想。想住世界没有的，就是因为思想的想，因摄戏入出陀罗门，出入戏陀罗门，出戏交叉，见住佛陀罗尼门，分别佛身陀罗尼门，佛光明庄严王陀罗尼门，佛圆满音陀罗尼门，佛法轮陀罗尼门，成就佛法轮陀罗尼门，差别佛法轮陀罗尼门，无差别佛法轮陀罗尼门，解释佛陀罗尼，解释佛法轮的陀罗尼门，转佛法轮陀罗尼门，能做佛事的陀罗尼门，分别佛事陀罗尼门，入佛众会海陀罗尼门，普照佛列陀罗尼门，诸佛三昧陀罗尼门，诸佛三昧自在众陀罗尼门，诸佛所住的陀罗尼门，诸佛所持陀罗尼门，
诸佛的变化陀罗尼门，佛知众生心性陀罗尼门，诸佛神通的变现陀罗尼门，诸斗色天宫乃至视线入涅槃陀罗尼门，这里头包括八相成道啊，从斗色宫降下来到人间，入胎出胎成长出家学道，完了入波涅槃，就这一连贯的啊，这个总词啊，陀罗尼佛佛道同，佛佛都入是，利益无量众生陀罗尼门，入身法陀罗尼门，入微妙法陀罗尼门，这叫佛海自在词，在此，菩提心陀罗尼门，起菩提心陀罗尼门，就是发菩提心啊，起升起了，升起菩提心陀罗尼门，住菩提心陀罗尼门，住道法，住愿陀罗尼门，住行陀罗尼门，神通陀罗尼门，出离陀罗尼门，种子清净陀罗尼门，智轮清净陀罗尼门，智慧清净陀罗尼门，菩提无量陀罗尼门，自心清净陀罗尼门。十行童女给善财说的这么多法，你问我如何学菩萨行啊，就这样学，如何行菩萨行啊，就这样修。介绍完了，善男子，我为自此般若波罗蜜普庄严门，这么多的陀罗尼门就是一个般若波罗蜜的普庄严，详细的分解。同时啊，此行童女向善财介绍说，我呀仅仅为之般若波罗蜜庄严普庄严门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如诸菩萨摩诃萨其心广大，登虚空界入于法界，福德成满，住处是法，远四间行，智眼无一，普观法界，慧心广大，犹如虚空，一切境界悉皆明见，怀无奈地大光明藏，善能分别一切法义，行于四行，不言四法，能于与世，以非事所坏，普住一切世间一知，普知一切众生心性，随其显应而为说法，有些时恒得自在，这些个甚深的法，而我云何能知能说呀？这法还深得很，这些法的功德我是不得了知的，就是我没有证的，我不知道。那我给你介绍吧，你去找下一个善知知道的再跟你说。每个善知都如是，这只是后有啊，只是后有。善男子，于此难法，有个果道，名曰三眼，比有比丘名曰三见。如意比问呢，菩萨云何学菩萨行，修菩萨道？把给善财说完法之后，同时介绍后有，说我知道的很少，
你再去参散见比丘，这个智慧啊又深一层，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散见就是般若波罗蜜智慧。你到那儿去问菩萨，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？那善哉嘛，有顶礼慈心，有佛衣，要无数扎，恋慕瞻仰，辞退而行，啊，参下一个善知识去了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。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传真03989-8787，03989-8787。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举办八关斋戒法会、佛学讲座、阿弥陀佛48大愿、念佛护生。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主法，日期10月7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-2323，07221-232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，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，敬请亲临分会登记，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，联络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06271-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
江师傅，阿巴嘎比萨。湛江师傅，我们刚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通常超度都是把我们做的善事超度给我们的祖先，那我们如果透过这个方式，是否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世的人去霉运？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超度祖先，是因为我们帮祖先修功德。那我们帮祖先修功德呢，也是在同一本经叫地藏经。地藏经里面讲到一句话，说我们帮祖先修的功德，七分里头他得到一分，我们得到另外的六分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帮祖先超度，我们帮往生者超度，我们才是得到最多功德的人。那我们因为修功德，我们的命运也会改变。举例来说，你祖先没超度，然后呢，你也不知道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一样过生活，然后可能生活就越来越差。但是呢，你发现，哎，可能我祖先没超度，或是我要去拜拜的时候，我希望我能够帮祖先做点什么。你会做什么？你会去诵经，你会去供佛，你会去念佛。那透过这些修行，它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。所以我们是先透过修行修功德，让我们的命运改变了，那呢顺便祖先也得到了超度。所以呢，是地藏经里面讲说，我们得到六分的功德，祖先得到七分之一的功德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是在讲修行修功德的，我们所得到的比例不同，而不是说我们真的把功德分成一份一份，祖先拿一份，我拿六份，不是这样的。是讲说我们现在我们帮祖先修功德，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，我们得到最大的帮助。那我们有功德了，有佛法的力量之后，霉运就没有了，我们就改变了命运。我顶礼，请你寻解永度，我目如电光刹那照，三世皆尊莲花面，从妙花中现端严。
学习能够照见无余。是寻香当主要茶中做成
像是红紫中。起救度，嗡达林，杜达林，杜里梭哈。